是极网型的蜘蛛还是狩猎型？狩猎型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都一直跑来跑去。这种蜘蛛是狩猎型的蜘蛛。吃什么啊，老师？它吃会停在叶面上的昆虫啊，蚊子啊，苍蝇啊，蝇，或者是毛毛虫。它有毛毛虫。它会吃的食物是有毛毛虫、苍蝇等。我拍四十几秒。真的、啊。哦，好痛！拍谁？嗯，把它拍。好难吃了。嗯，不是。有这个。对，我觉得好可能是它的蜘蛛网。好恶心。